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各界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Magandang gabi po sa inyong lahat. You're watching Cntv 菲中新闻台。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I hope you see can understand 纯敬语。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At notable on mga balita. Duterte 总统宣布退出参议员选举。President Duterte withdraws from the 2022 senatorial race. 卫生部官员表示，菲律宾新冠疫情趋势趋于稳定。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all regions in the country are now classified under minimal risk of COVID-19 transmission. 第五批中国政府援非疫苗运抵马尼拉。The fifth batch of China-donated vaccines has arrived in Manila. 以色列总理首访阿联酋，着眼中东大格局。Israel Prime Minister Naftali Bennett embarks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详细报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Ang buong detalye sa aming pagbabalik. Don't change the channel, 请不要转台。Magbabalik po ang CNTV.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Panaw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了。Magandang gabi po sa inyong lahat. Kayo ay nakatutok pa rin dito sa CNTV. Ako po si Candice Tan, Chen Jinyin. 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国内重要新闻。Narito muna ang mga balitang nakalap sa loob ng bansa. Duterte 总统宣布退出参议员选举。President Duterte withdraws from the 2022 senatorial race. 据菲龙网报道，12月14号下午，杜特蒂总统前往非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撤销参议员候选人资格证书。马拉坎南宫周二表示，杜特蒂总统撤回参议员候选人资格证书是为了更加专注于本国的抗疫政策，并确保明年大选和平举行。总统府代理发言人诺格拉斯表示，总统认为退出参议员选举将使他能够更好地专注于应对大流行病，维持本国取得的进展，并安全地重新开放经济。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集中精力确保五月全国大选的透明、公正、有序和和平进行。杜特蒂最初代表非民主人民力量党提交副总统候选人资格证书，随后于11月15号宣布以联邦制伟大联盟竞选参议员，放弃与女儿萨拉·杜特蒂共同竞逐副总统的计划。同一天，
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蒙吾也正式宣布退出2022年总统选举。杜特地总统10月份曾表示，将在2022年总统任期后退出政坛，特别是当六成菲律宾人认为他竞选副总统的计划违反了宪法的意图。总统当时表示会服从人民的意愿。 Cntv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菲律宾11个行政区推出第二轮疫苗接种活动。 The government postpones the second round of national vaccination drive in 11 regions due to typhoon Odette. 据菲中网报道，鉴于台风奥德特的威胁，菲律宾政府决定推迟部分地区的第二轮疫苗接种活动。根据非卫生部发布的指导方针，山脉区、首都区、伊罗戈区、卡扎岩山谷区、中里宋岛以及喀拉巴松行政区的第二轮疫苗接种活动将于12月15号至17号进行。与此同时，本国11个行政区的第二轮疫苗接种活动将推迟至12月20号至22号进行。杜特地总统周一晚间已指示各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监测台风奥德特的路径，为可能的自然灾害影响做好准备。奥德特已经于12月14号晚间7点进入菲律宾责任区，目前位于棉兰老岛以东80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阵风为每小时125公里。菲律宾总统府代理发言人诺格拉斯呼吁人们及时了解最新的天气资讯和公告，采取预防措施，并在需要疏散或其他必要行动时与地方当局合作。第一轮全国疫苗接种活动于11月29号至12月3号举行，累计注射1000万剂新冠疫苗。 Cntv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卫生部官员表示，菲律宾新冠疫情趋势趋于稳定。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all regions in the country are now classified under minimal risk of COVID-19 transmission. 据菲龙网报道，菲律宾卫生部流行病学局长德古兹曼表示，过去几日本国日增新冠病例并没有发生激增，这也使得本国疫情曲线趋于稳定。该官员表示，菲律宾的新冠疫情曲线在经历非常陡峭的下降后，现在趋于稳定。德古兹曼表示，过去几日的日增新冠病例几乎相同，平均为380例，相较于前一周的516例减少了 26%， 这意味着来到了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之一。而本国的峰值分别发生于2020年8月、2021年4月以及2021年9月。他补充道，全国以及首都区新冠疫情趋势目前处于平稳状态，随着本国所有行政区都处于新冠疫情极低风险级别，这也反映在各个地区的病床使用率上面，其中住院人数的重症和危重患者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他表示，如果民众继续遵守基本卫生检疫措施，本国的活跃新冠病例在一月底可能降至2000例以下水平。现如今，本国的活跃新冠病例约为10000例。该官员强调，尽管越来越多人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但民众仍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在即将来临的圣诞和新年假期。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菲律宾央行拟组成特别工作组，调查往年非法转账事件。The Banco Central ng Pilipinas forms a task force to probe BDO unauthorized transaction. 据菲龙网报道，菲律宾中央银行已成立特别工作组，以调查近期一连串的欺诈性在线交易活动，特别是影响近700名 BDO 用户的非法转账或未经授权交易。菲律宾央行行长本杰明·迪奥克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工作组将在30天内向他提交一份报告，涵盖网络攻击的程度、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建议和补救措施，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可能会根据调查结果实施处罚或制裁。
BDO 金融银行上周末在声明中表示，近期一种复杂的欺诈技术影响了部分客户，而该公司已经实施额外的安全措施来阻止未经授权的转账或交易。他补充道，网络安全仍然是银行业的重点，他正在不断投资并努力改善其安全基础设施，以保护客户的资金。 BDO 金融银行周二在声明中表示，近期发生的网银账户非法转账或未经授权交易事件共计影响约700名用户，而该公司也正在展开赔偿工作。菲律宾央行表示，根据网上发布的帖子，一些客户声称近期并没有点击任何钓鱼连接，也没有向陌生人提供敏感信息，因此他们将与 BDO 保持密切协调，并将向公众通报此事的最新情况。迪奥克诺称，若想弄清事件的根源，需要进行复杂的网络取证调查，以确定受影响客户的实际数量以及他们损失了多少。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第五批中国政府援非疫苗运抵马尼拉。 The fifth batch of China donated vaccines has arrived in Manila. 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12月14号傍晚，中国政府援非第五批200万剂新冠疫苗顺利运抵马尼拉国际机场。中国驻菲大使黄希濂与非全国应对疫情总协调人、疫苗沙皇加尔维兹、卫生部副部长泰诺等赴机场迎接并出席疫苗移交仪式。黄大使表示，非常高兴看到最新一批中国政府援非疫苗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如期运抵。这批疫苗承载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的深厚情谊和美好祝愿。衷心希望这批疫苗能够助力非方加快疫苗接种进程，顺利实施加强针接种计划，帮助非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圣诞节。针对个别国家针对中国开展疫苗外交的指责，黄大使表示，或许有些国家对疫苗外交很感兴趣，但中方自始至终本着友好情谊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向非提供疫苗，从未附加任何条件，也无意搞疫苗外交。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与非携手抗疫，为非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非早日彻底战胜疫情。非全国应对疫情总协调人、疫苗沙皇加尔维兹、卫生部副部长泰诺对中方再次向非伸出援手表示由衷感谢。加尔维兹代表杜特尔特总统感谢中国给菲律宾送来如此宝贵的圣诞节礼物，相信在中方的支持下，非方一定能取得抗疫胜利，非人民也将度过一个快乐美好的圣诞节。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菲中新闻台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e channel. Magbabalik pa ang CNTV pagkatapos ng ilang paalala. Coming up next. 印尼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至少230栋房屋受损。A magnitude 7.4 earthquake occurred in Indonesia's Flores Sea.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e channel. Magbabalik pa ang CNTV. 菲中新闻台。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Panaw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Ah, 老板啊，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
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了。欢迎继续收看菲中新闻台 CNTV， 我是 Candice Tan 陈静瑜。接下来我们将镜头转向国际方面 ，At Parliament Zaman Global News。以色列总理首访阿联酋，着眼中东大格局。Israel Prime Minister Naftali Bennett embarks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2月12号至13号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纳纳哈扬举行会谈。这是以色列总理首次正式访问阿联酋。贝内特与穆罕默德1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过去一年取得重大进展的各种经济问题，确认了通过设立联合研发基金推进重要领域合作的共同愿望，以进一步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自去年9月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以来，经贸合作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重点议题，经济合作也是此次贝内特访问的中心议题。他表示，以色列和阿联酋同为区域贸易中心，双方合作将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不仅有利于两国，还会让更多国家受益。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穆罕默德表达了他对地区稳定的希望，认为贝内特这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合作关系积极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地区利益。双方联合声明说，此次访问是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和建立伙伴关系的又一里程碑。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印尼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至少230栋房屋受损。A magnitude 7.4 earthquake occurred in Indonesia's Flores Sea. 据中新社报道，截至12月14号晚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弗罗勒斯海域发生的 7.4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230栋房屋受损。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息，当地时间14日10时20分左右，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弗罗勒斯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震中位于东经 122.24 度，南纬 7.59 度，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时，该海域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努沙登加拉省、南苏拉威西省、东南苏拉威西省和马鲁古省有明显震感，民众纷纷跑出家门避险。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向上述各省发出了海啸预警，两小时后预警取消。印尼官方安塔纳通讯社当晚援引该局负责人卡纳瓦迪的通报报道，四次地震发生至当天下午，震中附近区域又发生了15次余震，最大震级为 5.6 级。卡纳瓦迪称，至少230栋居民房屋和一些学校、礼拜场所、村公所受损。他提醒返家的民众密切注意余震情况，并检查住家房屋是否受到损坏，是否安全。震中区域民众不要在沿海地带和海岸活动。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巴黎奥运开幕式要在塞纳河上办。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Paris Olympics will be held on the River Seine, breaking the long-held Summer Games tradition.Of a stadium procession of athletes and officials. 据新华社报道，历史上首次夏奥会的开幕式将从体育场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而且还是举世闻名的塞纳河上。12月13日，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及沿河区域内举行。根据组委会的设想，约10500名运动员将乘坐160余艘船只沿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从奥斯特里茨桥出发到达耶纳桥，途中经过巴黎城区最核心的区域，
沿岸囊括了巴黎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大皇宫以及埃菲尔铁塔等。最终，运动员们将来到与埃菲尔铁塔一河之隔的特罗卡德罗花园，在那里举行开幕式最后的环节。组委会预计将至少有60万人能够现场观看这场盛大的开幕式。按照计划，靠近河边最近的区域将划为售票区，稍远一些的外围区域将免费向观众开放。沿河两岸还将树立超过80块巨型屏幕，供现场观众能实时欣赏到开幕式最精彩的部分。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表示，6公里的航道给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垂钓艺术、水幕投影、漂浮、交响乐等创意均在考虑之列。将城市之美与奥林匹克运动完美融合，一直是巴黎奥组委办赛的重要理念之一。巴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场馆甚至将直接设在著名的景点。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Severe tropical storm Odette, with maximum sustained winds of 110 km per hour near the center and gustiness of up to 135 km per hour, is moving west northwestward at 25 km per hour. Northeast monsoon is affecting Luzon. Eastern Visayas, Caraga, and Davao region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Cagayan Valley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light rains.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Luzon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light rains.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or thunderstorm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3到31度，碧瑶市13到23度，苏武市24到30度，达沃市24到31度。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Dan 陈静云，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视新闻，请不要转台。My public for on CNTV.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Panaw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了。Kayo ay nakatutok pa rin dito sa Cntv. Ako po si Candice Tan, Chen Xinyu.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华社新闻。Ating alamin ang mga bagong kaganapan sa Filipino-Chinese community. The Liat San Family Associ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held its new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 菲律宾烈山五星联宗总会举行新届职员就职典礼。菲律宾烈山五姓联宗总会于12月12号中午11点在该会会所三楼大礼堂及云端 Zoom 视频隆重举行第82年83届里监事职员就职典礼。大会主席高国雄致欢迎词，他表示在历届理事长的有力领导下，该会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做出了应尽的贡献，受到各方的肯定和华社的好评。自己任内刚好碰到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
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开会与华社所有社团一样，也停止了很多活动。决策委员兼名誉理事长卢祖英亲临监视，主持印信移交仪式，并致辞勉励。决策委员兼名誉理事长高武阳担任大会主讲人。新界理事长许文忠在致辞中表示，大会主席高国雄任内建树良多，为该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他手上接下棒子可说是轻松了不少。他表示自己承蒙诸位宗长的厚爱，被推选为新界理事长，他也非常感激多位前辈宗长的鼓励、支持、爱护和信任。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何良顺主席亲临致辞勉励，纳毛分会理事长吕孙造代表各分会致辞。期间自证感谢礼品于大会主席高国雄、监事员卢祖英、主讲人高武阳以及杰出贡献者，随后捐赠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活动金，然后再致赠感谢盾牌与捐教育基金者，以及致赠感谢状与捐福利金者。副理事长卢明顺致谢词，许贵顺理事任司仪。与此同时，该会也于是上午十点为会所大楼新电梯举行落成祝福剪彩仪式。新电梯是由已故永远名誉理事长卢武敏和常务理事卢喜溜、副理事长卢明顺、理事卢义志共同捐建。新电梯落成启动式的主检贵宾有大会主席高国雄、新界理事长许文忠、决策委员兼名誉理事长吕安顿、决策委员兼名誉理事长卢祖英、决策委员兼名誉理事长高武阳、电梯捐建者代表卢明顺、卢垂顺、卢义志。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e Lin Poxy Association Youth Group held a virtual Christmas party. 吕菲林葡堂亲和组举办视频圣诞联欢会。圣诞节就要到了，吕菲林葡总堂亲和组于12月4号晚上8点通过 Zoom 举办了一场虚拟圣诞联欢会。每个人都在晚上7点前收到了提前预定的晚餐。首先由亲和组组长施金水致欢迎词，他对出席的理事和组员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林葡总堂理事长施清胆致辞，他强调了亲和组之前向马尼拉三家医院的前线人员运送食物的活动，为总堂增加崇高声望。副理事长施英铎、清运主任施纯如、总务主任施清波出席联欢会并致辞。出席联欢会的还有副理事长施培全、副理事长施文书、秘书长施宏长。当晚的圣诞派对有安排游戏和抽奖环节，第一部分抽奖活动每奖10名，奖金300元。第一场比赛叫做猜一猜，游戏的目的是猜测玻璃杯中有多少只搅拌器，猜测准确的可获得1000元奖金，本场共有8名获胜者。第二部分抽奖活动每奖6名，奖金500元。第二场比赛是流行的 Bring Me 游戏，有10名获胜者，每人奖金500元，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地参与。第三部分抽奖活动每奖3名，奖金1000元。随后理事长施清胆和清运主任施纯如各凯捐非币10000元添加抽奖，奖金为1000元一包，共分为20包。副理事长施文书并凯捐活动金10000元。第三场比赛是 Bingo 游戏，完成图案的人可赢得500元，有2位获胜者。第四部分抽奖活动有2名获胜者，每人奖金1500元。第四场比赛是评选最佳圣诞服装，第三名奖金500元，第二名1000元，最佳服装奖奖金1500元。副理事长施培全获得奖金3000元的最高抽奖奖金。最后由副组长施清伟致谢词。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You may also catch us on Facebook and YouTube at CNTV 菲中新闻台 as well as our website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陈静瑜。 Magkita kita po tayo muli bukas alas 9:30 ng gabi dito lang sa CNTV.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